各位亲爱的乡亲果粉，大家午安。今天是美丽的星期天，我们今天来到了彰化的 KOA 青龙的葡萄园，很开心能够来，请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台湾的巨峰葡萄。好，请问这个彰化县农产行销促进协会的理事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黄姐你好。对，大家好。那请你赶来赶好盖小安普兴农场，除了你的芒果之外，这个葡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谢谢你。OK。咱这个观众朋友吼，大家好啊，包括着咱这个台湾的啊，新加坡的吼、哦、国粉吼、哦，大家好，我是这个咱彰化县吼农产行销促进协会理事长。本身呢，我嘛是这个精密芒果的果农。我的姐姐我的姑姑也是都种植这个葡萄我们今天呢来采访到这个邀请我们这个彰化的青农王先生他的栽培技术是非常的好的，他有这个阿公阿嬷阿公阿嬷来传承给爷孙那伊伫阮即个咱彰化地区呢，吼，即个葡萄的技术呢非常好，啊，好，咱借着即个机会，哦，好，咱即个青农来采访，来访视一下，啊，咱彰化吼，即个最主要的即个水果呢，是咱即个最大宗的，是咱即个葡萄，啊，然后就是即个火龙果，啊，然后就是这个精密芒果。啊，咱这个葡萄呢，是咱这个台湾呢，吼，上大上好的水果，啊嘛是咱这个全世界，哦，全世界的葡萄最大的产区就是在台湾，啊，就是在彰化，哎，巨峰葡萄，产区，哦，在台湾，在台湾，吼，啊，最大的产区就是彰化地区这边的温室葡萄为最大的产区，咱所有台湾的吼，两粒葡萄，吼，啊，就一粒，一粒都是伫咱彰化。所以讲吼，咱这个葡萄的品质非常的好。拄只按李署长刚讲吼，按全台湾的葡萄吼，两粒内底有一粒伫家，所以这是葡萄的重镇。那我们来再请教青农吼，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葡萄的哦，整个它生长的过程。我做感动的也当吼，阿爹阿妈来种这个葡萄，实做无简单的代志。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西湖的青农，我今年22岁，我叫王品翰，然后我在家里种植葡萄已经种植2年，然后跟着阿嬷一起耕种。年轻的阿嬷？对，我的阿嬷。阿嬷在哪里？阿嬷说话。阿嬷教我的很多，她比较认真，然后她就钉金的啦。我才回来种2年，所以技术方面其实我还没有到非常成熟，就是该懂的我是会，然后农药方面，然后一些梗头挖嘎我还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从头做起，对，相当的不容易跟不简单，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承传承。所以说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这个葡萄的成长的过程，譬如说它怎么开花，怎么结果。那一般要授粉嘛，葡萄是用授粉的嘛？对，授粉。哎，那没关系，你赶的从那个观众边又供着。十月开，那十月底开始改变。你这葡萄哈，就是讲讲是变啊，一般水果它是像我们李署长就是讲授粉嘛，然后再来开花结果嘛。啊，授粉期是什么时候？那你要怎么去经营它，让它好培育它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就是先剪枝，剪枝条，然后要大概留十五个芽，15到18个芽。这个芽要对它的芽的长度。就是说我们的葡萄都已经采收完了。采收完，啊，那来嘎机吗？啊，嘎那嘎机的话，就是剪枝的话，剪枝就是留两个芽而已，留两个芽。阿嬷补充一下，为什么要留两个牙？那个牙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要培养它的葡萄汁啊，哦，用也葡萄汁啊。对了，那个采收起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要留两个牙，然后再陪它的出生的，所以到那个冬季的时候才可以剪啊。剪的时候再发芽，所以再培养，啊。你这张球啊，这个葡萄树可以。十年的一直在生嘛，每一年都这样一直生嘛。大约啦，大约。唔免讲吼，啊像安尼酸啊，爱有酸啊花啊，有啥物嘛，唔免嘛吼。李署长，就是爱培养，有啦，伊个时间重点到，伊身上嘛是爱有花啦，唔照顾到。哦，对对。哎，那照唔照？啊，迄个花是安那去甲伊处理好，也当有花咧。哦，迄嘛是时间到，你有一可以说出来吗？可以啊，可以。这就是时间到的时阵，咱就是，比如讲，你这区，你若是讲十月上早，温室的时阵是十月上早。嗯。啊，十月上早，你若要做了，你就是爱催芽。催芽好了，伊差不多上早的物件，差不多大约头一礼拜就会发芽。哦。给剥开，啊，然后伊会行的速度看长，开万花开花。啊，然后我们再，你讲授粉，我们再会有葡萄绿出来。是安尼尔。啊，这个葡萄我看吼，我礼拜看这个葡萄园吼，我真正足感动的吼。哦，啊，当粒葡萄拢生到真正有够水的，啊，佫足大粒，佮足健康，很结实。请问吼，你觉得你的葡萄为什么可以这么漂亮？应该是不一样的种植心法吧，对不对啊？应该平常的呐，也是要靠天气啦。天气吼，你啊，气候够好。气候啦吼，气候气候够好。咱的生长就较平常，你如果来去拄到咧万花，有时阵去拄到马当生，吼吼，还是偶尔你若讲当生来，上惊惊南风。这个温室说比较不可以，会当规棚啊开，吼吼吼，比较稳定啦。嘿，啊，请问吼，安尼迄个葡萄吼会修行，一年当头的有几个月当修行？看，咱若要讲一年当修行，要是要全部或者是个人的尔。你若是如果个人来讲，是嘛正高个好修尔啦。哦，安尼哦。啊，中间会休困哦，无法度一直修一个月哦。哦。那是无可能，咱弄个无遐好啦。哦。那你感觉讲哦？啊，我感觉讲哦，这葡萄实在是足歹照顾的呢。真正歹照顾呢。真正非常。啊，伊我一般的认为啦，吼，一般人讲哦，你唔好食葡萄，因为葡萄伊的农药很多。请一下啊，的葡萄的用药是安全的吗？安全。哦，安全。啊，因为那。室内葡萄农药比较少哦，室内葡萄，我外面的一些什么啦，菌啊什么跑进来比较少哦。上面也有盖棚啊，啊旁边也要关起来啊。对对，保护比较多啊。哦，一这哈，这个污染应该是减少啦。啊，请问吼，安尼你这拢种，你的种植面积有偌大？种面积差不多啊，较无一家，差不多。哦，你按一家的爱用几个工作人员来去工作呢？平常是较大批点叶才有请人，啊，有时就是要自己来啦。哦，安尼吼，哎嘛是真正是
辛苦啦吼。我那无困我着啦。对，你这个葡萄，像按即马这个葡萄，你甲啊啥物时阵，咱就会当搬来采，会当采收啊。上早你若做十月底，温室你若做十月初，差不多要138天。啊，恁若平常十月尾上少嘛要104天。安尼着，这算上早。十月尾着爱是三十天，三个月呢。三竿苗嘛。爱三十，爱三吧，爱都。安尼即马一月着拢会当，即马拢会当采收啊嘛吼。有人诶，咱我迄也袂，我迄是12月、11月做，也袂采收。好。我差不多过两天就可以。安尼，你会感觉讲即个采收的时间会足赶紧无？哦，迄赶紧啊，要土番那皮倒转去爱赶啊。你安尼。葡萄的正常啊，甜度差不多几度？正常差不多18至21的香啦。哦，安尼吼，啊会，啥物有会酸呢？酸开安尼？有会较会酸开安尼许？嘿，这是啥物原因？你若气候嘛有差啦，气候伊若真冷，日夜无差，嘿，安尼伊会甜度咧摕较慢。啊，你若日夜差较济，安尼来，你摕较紧。好好好。嘿，这你看日夜的迄落啊。请问吼，啊，你种葡萄拢种巨峰葡萄尔吗？对，有其他的品种无？没有呢，阮干那巨峰的尔。是啊，那是因为你这个树爱当十年的关系吗？平常都想讲，按照惯性上顺啊，都自然做安尼啦。好好。嘛是感觉，我嘛感觉吼，安尼巨峰葡萄是真正比较有那个台湾特色啦。咱台湾的是拢是巨峰的啦，咱台湾拢巨峰的啦。对。你着除非讲国外看有一寡徊。哦，伊串活动的活动，咱台湾无啦，咱台湾是拢季风的尔，一律啦。啊，请问一下吼，你这个灌溉水是，现在恁溪湖的葡萄会当讲全台湾性两粒一粒伫恁家呢？是因为恁家的水土的关系，还是气候的关系？吼、哦，水是真方便啦，水是大家拢有牵这水管，拢方便啦。是，我是讲恁的水是有较特别吗？还是讲恁家的？土质有较特别，所以按溪湖的人拢来种葡萄。嗯，这是会当来讲，无土地一般地嘛是拢差不多啦。哦，安尼吼。对啦，啊，灌水也。阿嬷很谦虚啦，其实她都把它。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吼归功于那个上天呐、啊、吼，天气好，阿姨就会当吼好好来经营安尼。我那看天啦，看这咱做农的上看天。漂亮的阿妈真的很谦虚。拢看天爱食饭啦，啊无那伊那气候歹，咱实在话那那落一下酸嘞，透一下南风嘞。对。我那足困难。过去在紧张了对啊。嗯。啊，唔过伫这你的一家的葡萄园拢是温室吗？拢伫温室内底吗？对。拢伫这区区。哦，到你们刚刚进来那边都是。那你像问你这个葡萄园已经是多久的？种植已经多久了？那要讲种起来，像阮爸爸因安讲起来，四五十。啊，你得四代啊咧，四代啊咧。啊，请问一下吼，啊，是安那葡萄会去落？有阵时按买转去无？啊，无几工就规落了了，伊是啥物原因吼？我倒也无，也无拄到这个。安尼哦，因为吼。对啊，你感觉讲哦，葡萄什么时阵来办是上对你啊来讲是时间的拄好啊，佮阮的消费者会当接到的时阵是好食的，你感觉是哪几分色？我拄只都甲恁讲，就是讲上早就是头上紧138天加啦，啊，你若中开的即水的，爱头145啦，你若佮佮十，即马即算11月初会当145天来采收。过来那边，那就是105天，11月就是105天。所以您即马是拢看您的迄个结果开始，拄啊迄个结果的迄个细粒果的时阵，就开始算起，对，就是从点药下去，目睭从点药的日期，点药的日期点下去之后算开始150天，这会采收，对，就会采收。不是讲哦，我今天看这长水，我就拢甲放起来哩。啊，请问一下吼，啊，你这若伊这若收色会家己落来袂？袂，干呢都。不会不会。安怎讲？干那色会落来，安就是倒。倒是啥物事？有困，有病。哦。还袂使。所以这个葡萄是跟榴莲一样，它榴莲是自己掉下来啊、哦。啊，葡萄是不会的。不会。是健康的时候就给它剪下来了。这样的就坏掉了，啊，就爱到倒，还唔是安尼。啊，请问一下吼，人一般的量制那个葡萄酒，
它是会用比较熟的去晾吗？还是说都也是一样正常的？一般都是剪下来的啦。你不要的啦，你超量啦，你超过量的物件，哦，你就是爱。就是你的葡萄树，它没办法支撑那么多串的葡萄，然后你要去裁掉一两串。哦，就裁掉你不需要的葡萄，然后留。你会知道说，哎，这张树我已经葡萄发足济啊，你爱先甲加盖安尼嘛？知道，我们大概我们会看，会我们知道。所以你每天都在笋这哦，去看讲，哎，这个葡萄。那一开始还没红之前，我们就会先笋了。哦，这样子。那请问吼，啊，像按即马这个现在这区的那个葡萄园吼，它当时得当慢啊？这哦，这到4月1号。哎，还要4月1号，现在就等于半个月就对了。前面那里也不用，前面那个再两天。所以说，我们每年吃葡萄真正好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好吃的时候应该甜就好吃啊。啊？哎，有甜的好吃。甜哦，有甜的。天数够，然后啊，一般是龙头的三尾、四尾、五尾，刚是安尼讲。清明、母亲节，母亲节那边应该葡萄都会不错。对对对。啊，冬天的葡萄好吃吗？譬如说，长柜、长一柜，黑豆、黑豆露天的了。那个室外的哦，室外的葡萄，哦，也是不错。所以说，他们露天的葡萄跟你们温室里面的葡萄的产期的时间是不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错开的是吗？因为室外跟温室的他们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截然不同。哦，那室外真的是很辛苦嘞，哦，也很辛苦的对。对对，啊，那落雨啊，三位嘛是，来怎么做啊？哦，是忝嘛。啊，请问哦，啊你，我看有的人的葡萄是拢伫冰箱的呢，所以有的人是袂，平常要是说那个葡萄，平常不是产期的时候，他们都把它冰起来，然后再拿出来卖，是这样子吗？哎对，哎，如果拿到迄个季节过啊，啊你是生理人，你若要卖，你就是爱去炖。哦，要炖几件，恁家去炖。你连数你食偌济，恁卖偌济安尼。哦，对对对，是安尼啦，是。啊，那阵讲那个葡萄吼，那阵讲拢慢落啊，对不对？你会当去分别说，大一个大一拍较色，大一个拍较无色嘛？会使，啊，但是会使啦。啊，普通一般伫餐厅，咱都食去看伊园吼。全部拢。你会使可以用一粒咯。啊，阮哥，拄食吼，安尼看，俺相信俺社长翕的葡萄内底吼，有诶是足乌诶啦吼，啊有诶是较浅色诶啦。诶，啊浅色你就是还搁慢两工啊。吼，第一批先加过，第二批再过来新。哦，所以唔免讲，哦，逐拍拢加加开，你就是爱去观察讲，即拍是毋是有熟了。对。就是说颜色还没有平均的时候，就是不熟的是吗？这是第二次再过来。哦，对，不是讲吼，这哪做辛苦的哦，不是讲果农，你讲哦好啊，能慢慢打拍拢啊慢落，啊嘛是爱目睭去看，去算的。哦，啊这不是说，而且，请问吼，按这个，你觉得弟弟啦吼，你觉得你跟阿嬷学的这两年嘛吼，你觉得你的心得是什么？注意点又是什么？你自己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啊？哦，啊，你以前可能是读这的，比较料的跟阿嬷学习种葡萄嘛。你觉得你的心，跟我们讲说你的甘苦谈好吗？还是你的收获，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我这两年学的，跟阿嬷学的非常的多，就包括农药啊、肥料啊，然后观察葡萄的那个菌啊、叶子的那些。一些生长的状况，这些我都学到蛮多的。然后，因为阿嬷年纪也大了，我也想要接家里的事业。对。然后学到的真的蛮多的啦。哈哈哈！无啦，这做辛苦的收获偌济啦，这辛苦了就。所以不简单啦，你囡仔伊要安尼吼，对你做是足无简单的一件代志啊。算少年背不起来学，安尼算无简单。嘿嘿。无普通个这年龄，伊会无想要甲你当只拍子讲啦，是安尼。吼，按这个，我们葡萄的虫害，你是什么？你了解吗？有什么？虫害这个比较还好，温室的、比较还好，因为外来的不太会进来。啊，还是要注意什么？还是要注意。注意一点点。那个肉困啊，就是这些菌而已，菌比较多，虫害比较还好。
虫害真的比较少。啊、我看头壳拢无草呢。因为我们会除草。哦，你们是用人工除草吗？对对对。哦，那也是不容易哈、哦。对。人工除草是比较算是安全的。对。哦，啊，唔过做搞工诶。对。对不对？对。啊，请问一般吼、哦，人迄果实啊，弄改套袋，安普的免套袋吗？咱卫士免啦。哦。啊，你啊露天呢，就一般大叶。弄矮吼。弄较有较济啦。对对。外口有虫害啦。哦哦哦。哎啦。对啦，较有鸟食，啊，咱内底也算砍掉的，哦吼，要入个较无简单啦。对，啊，你先问吼，恁家己有浸葡萄酒无？我家己无浸。哦，啊，你会浸吗？无啦，无咧。能倒卖你就酒啊，喝酒不开车吼。你看我迄种加加罗高高，加加迄侪你看，会早一句话早加掉啦。哦。伤产量伤侪，啊加掉掉。啊加掉啊，你遐个物件咧？干掉。做肥料。好安尼哦。干掉做肥料。啊，你真可惜吼。啊，无当，嘿啊，都袂平。所以请问吼、喔，美丽的阿嬷吼、喔。无啦无啦。啊，你一年当吼、喔，你来这个葡萄园，你感觉你的时间是应该是除了食饭之外，拢逐工拢来吧。啊，咱做农的，就是爱安尼，咱做农啊，就是爱出来那看。照顾这些小朋友，安就对啊。这么简单的哈，那就是爱出来。所以弟弟你有周休二日吗？没有。你这是要到点会吗？没有。有，这种到点会收起来了。你头上也有一个嘛？这种到点会。这是当时要吹。这若要到点会，就是伫咧放花的时阵，咱若花芽起来动起来对哇。授粉的时候。嘿，伊当阵要授粉，伊当阵进前就爱点了咯。电灯的用处是让。葡萄以为说我们现在还是在早上，就是让它持续的生长。哦，那如果说你把电灯关掉的话，它就睡着，它的那个停那个它的葡萄藤就不会动，然后你葡萄藤不会动之后，你的葡萄那一串葡萄的授粉就会不完全。对。啊，请问吼，安内葡萄营养分就是讲像那个也抗氧化嘛？哦，抗氧化，吃葡萄也是抗氧化。对，还有它的那个什么啊，甲的功补血嘛，哈、哦，补血。阿哥的青花素，哦，阿哥它的抗氧化，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在防疫期间，葡萄也是抗疫的一个很好的水果。对啊，说起来是抗了好疫苗，就很好。对对对。健康的葡萄更有抗啊。是。所以吼、哦，安弟弟吼、哦，安有点像爱去涉猎一下。嗯。哦，安尼葡萄好处是啥？啊，所以安尼当多多推广我们的葡萄嘛，吼、哦。对对。对不对？对啦，吃葡萄可以抗癌啦。对对。那再请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支持我们的飓风葡萄。然后台湾的飓风葡萄，这是我跟我阿嬷的爱心，请各位再多多支持，谢谢。